听说你又换工作了，今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了吧？别提了，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，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。上次那份工作你只做了2个月就离开了，其实完全适应一个新的工作需要1年时间，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，我也明白，但是那份工作的收入太少了，你才到新公司不要太急着赚钱，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一定会努力把现在这